亲爱的小朋友晚安，我是小恩姐姐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爸爸的话，一起来向他祷告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六到九节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离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，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有一种人好像双面人，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就表现出乖巧的模样，如果没有人看到时就调皮捣蛋。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神随时与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做什么想什么他都知道。既然神知道我们的一切，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目标，就是今天经文所说的得主的喜悦。做每件事情都要让主耶稣开心，比如耶稣喜欢我们帮妈妈做家事就要去做，耶稣不喜欢我们说谎就不要做。如果觉得做不到时，就要向主祷告，耶稣，我要讨你的喜悦，求你帮助我。耶稣就会给我们能力及智慧，不做出让他担心失望的事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要立定心志，我的心思意念行为都要讨你的喜悦，求你在生活中指引我，让我有分辨的智慧以及行动的能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Thank you.